有请第二组的队长李权哲。权哲哥，请你拿到酒。哥哥，我谢谢哥哥。就剩两个，就剩两个球了。50%的概率，必须是二，只能是二。九二，拿上就不换二。左手右手？左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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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左手，左手。二九二九二。我手上全是汗，直接发的。二二二，绝对二。你看我们手机是二九二，绝对二。没事没事没事，好吧。亚洲超星团第一次公演舞台组队完毕，即刻进入揀歌环节。今次公演有五首歌，可以俾十队抽签选择。五首歌，一 v 一。拣中同一首歌的两支队伍，将会自动形成对战关系。哦 ，battle， 好刺激啊！终于有火药味了啊！有请每组的队长上台，抽签决定揀歌的顺序。抽签吗？抽顺序。抽顺序。Oh my god！ Don't worry, don't worry。首先有请第十组的队长江顺熙。啊，倒序啊？倒过来选吗？倒过来选啊！哇靠！哇靠！加油！加油啊！加油啊！加油！超你啊！最期待的位置就一定是第一位，因为你第一个揀歌架是有很多选择的，谁都不想最后一个选，因为他是最被动的，只能是被迫选择的那个人，所以肯定大家都想掌握主动权。其实第八个架都好厚喎。系啊，都厚啊。哇！第八个选有点难啊。第八个选歌不好呀。直接挑对手了，挑歌挑对手。哎，你手气好一点啊！我求了，我真的是。保佑你。祈祷一下，兄弟们，祈祷一下，祈祷。有请第九组的队长冼正峰。加油！加油！加油！十。六，有请第八组的队长钟俊一。十，有请第七组的队长西山智树。十。第四个，有请第六组的队长黄辉雄。厉害！我们还有二跟三，我们来个二就可以了。我好怕我会抽到第十。不会，我觉得你应该是第三。有请第五组的队长爱合。二，三，十。三。是不是三？我说是三吧。Yeah. 我就说是三。Oh my god！ 这十呢？十呢？我惨了，我不认了。十还不说。有请第四组的队长张成熙。加油！十。我手气很差的。我感觉是十。
有请第三组的队长谭奕天。没了，还有九，就还有九吗？还有九。也行，可以，也可以，也可以。有请第二组的队长李权哲。权哲哥，请你拿到九。哥哥，我谢谢哥哥。就剩两个，就剩两个球了。50%的概率，必须是二，只能是二。九二，拿上就不换二。左手右手？左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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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左手，哥哥，左手，左手。二九，二九，二，不说全是汗，直接八个，二，绝对，二，你看我们超级，二，九，二，绝对，二，没事，没事，没事，吧。简歌的顺序抽签完毕，跟住公布亚洲超星团第一次公演舞台的五首歌曲，每首歌将会播放头40秒。注意，今次公演的所有歌曲是不可以改编，请大家谨记。第一首《柯浪传说》。好好听啊，这首歌。高吗？粤语歌，不要表演过，自己一个人跳唱，还行呢，还行，开头还不错，开头还不错，看到后边有没有 dance break 或者，哎，可以，哦，这主导了，可以，这首歌有男人味的，这个应该还行，对。第二首 Lydia。 Lydia 前奏挺帅，前奏挺帅，我想说这种感觉的。我不就是我的 feel 吗？就是我的 feel。 对，这适合vocal团。哎，我喜欢，我对，我喜欢这个。哇，这是 vocal 神曲。他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第三首 One and Only。 One and Only。 都还不错，哎，我也都还不错，都还不错。我知道这个谁会选的，感觉爱和我选。不适合。不要 rap 这个就 rap。 One and only。 这个是 vocal rap dance 都有。 rap dance 都有，这个比较全。第四首 Phantom。危险，对，危险要的对吧？对，我好想要这歌。现实的表现，在的画面，这是我的风格。这也挺好听的，这可以走进王子风。